霍启刚的母亲，也就是郭晶晶的婆婆，自从晋升祖母，对这个孙子可是爱得不得了啊。早前因为郭晶晶和霍启刚搬离了霍家大宅，朱玲玲和孙子见面的机会本来就少，但最近见面的机会更少了，因为他怕爷爷我跟我家里的人也会见面的，一定会的。可是最近我也病了，我发烧了，所以这两个星期就没有见面，因为我不想给他们传给他们。明明很思念，但却不得见呢。虽然是隔代亲，但也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有了新天地，总有他。